观赏虾高安定饲料配方及制成。台湾观赏虾外销值占观赏水族动物外销值已达近20%，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。目前市面上贩售台湾品牌观赏虾饲料的功能性良莠不齐，由渔业署与台湾海洋大学共同研发的观赏虾高安定饲料配方及制成，具各项功能性之观赏虾饲料，随着观赏虾外销同时行销国外市场，台湾品牌观赏虾饲料在世界上定能保有相当的品牌知名度及市占率。本技术开发在观赏虾饲料基础配方中添加适当比例高安定粘着剂、混合添加剂、诱引物质混合添加剂、增应物质混合添加剂，配合特殊饲料制成，开发出兼具增应性、诱引性、大小形状适中、水中安定性佳等功能的观赏虾饲料。目前国内观赏水族饲料产业的观赏虾类饲料技术尚未有此种水准，而台湾各类淡水观赏虾年外销值占观赏鱼全年出口贸易总值达1/5，故针对此类虾种进行习性及消费者特殊要求，特别开发此技术，未来面对世界竞争，应具有相当发展潜力。